玩具日报视频，你哋好，我哋呢度系特撮英雄教室。嗱，今次咧我就多咗位新主持啦，奥运，你介绍自己先啦。大家好啊，奥运，我系第一次做主持嘅。系啦，我哋多多指教吓。今次你上一次你就为咗一个唔讲嘢嗰个，我哋换咗佢啦，即刻。但系佢会出场嘅，你放心，唔使惊。我哋净系换咗人啫，唔系劈咗佢啊。咁，今次我哋开个新题啦。上一次咧就亚马逊。今次呢我們就講講一些代表性的 Ultraman 平成年度第一個的超人迪迦。但是看回奧運仔，你應該是2000年打後出世的，是吧？我2001年出世的。我沒有記錯，迪迦是1996年播的。是啊。你舉後代啊。即你會對 Ultraman 那麼大研究呢？真的說回真的這件事。可能就小時候那時候就家人給那些舊的超人的碟我看。即可能小時候沒什麼說特別有些嘅卡通係特別想即係中意睇嘅。舊嘅意思即係超和嗰班嘅咯。係啊，係超和時代嘅超人，我係睇得多啲嘅相對。喂，爽喎呢個！喂，講翻呢個先啦。喂，首先今次我哋講緊講迪迦先啦。嗱，因為咧，我哋睇翻一個 Ultraman 嘅歷史嚟講咧，最後一個少和製作嘅超人嘅電視頒獎應該係超人80啊嘛。咁超人八零之後咧，去到1996年之後咧，原曲同埋東映再重新製作一個電視節目嘅超人，就係迪迦開始噶啦嘛。係係啦，咁就嗱，不如咁啊，你又介紹一下迪迦個特別之處啦。喂，迪迦咧就相佢嘅劇情上其實係冇因為佢係以一個新嘅宇宙觀嚟做呢一個嘅。故事啦，所以佢唔會受到舊班嘅超和時代嘅超人嘅時間線或者故事所影響嘅，所以佢係一個全新喺當時嚟講係一個全新嘅故事嚟嘅。咁如果係一個如果你話人物上嘅特點嘅話，其實迪迦係本身係一個嘅唔係話係真係大家心目中係英雄人光明嗰方面嘅英雄嚟嘅，其實佢一開始係一個黑暗嘅超人戰士嚟嘅。咁係基於一啲嘅原因，佢係選擇咗棄暗投明，就去反抗一啲嘅黑暗勢力。依、這個我睇過，佢應該有個特別篇咧，係講佢有一個黑迪迦，係開始逐個 Ultraman 去打敗之後，攞咗佢力量噶嘛。佢嗰、那個飛行形態係。強力形態咧，就係、是、其實其他嘅勇個戰士嗰啲力量。係嗰陣時係超古代嗰陣時係係有分幾個勢力嘅，一個就係人類嘅勢力，另外就係光明嘅巨人光之巨人嘅勢力，另外就係迪迦啦，另外一個就係黑暗巨人嘅勢力。咁、黑暗巨人 total 其以我哋暫時所知其實係有四個巨人，一個就係力量型嘅達林，速度型嘅希特拉。同埋黑暗勢力裏面最強嘅卡麥拉，最強第一最強應該就係迪迦嘅，喺劇場版裏面係提及過迪迦係咁多個黑暗戰士裏面係最強嘅。咁佢因為迪迦佢聽咗當時超古代文明嘅時候嘅地球防衛團嘅團長尤澤里嘅勸告，所以佢選擇咗棄暗投明，就打敗咗達林。希特拉同埋卡麥拉，而喺佢哋就喺三個裏面就攞咗所謂嘅紅色呢一個嘅力量態，紫色嘅速度嘅Sky Type 嘅靈態，而佢心口嗰條邊金邊其實就係代表佢嘅另外一個黑暗戰士卡麥拉，佢嘅能力就可以將兩個力量係可以平衡到同埋融合到嘅。哦，咁樣啊！證明咗咧，喺奧運呢方面係有研究嘅。你諗一個小朋友，千祈唔好覺得啲二千後咧係唔睇特撮片嘅，一樣係好強嘅研究啦。咁啊，喂，睇翻呢度，我都睇翻啲資料㗎啦。係。咁就
平成今次第一個 Ultraman 佢哋製造嗰段時間咧，佢都揾咗一個 V 六嘅組員去做男主角啦。咁另外咧，佢女主角方面都好出名嘅，係超人史上嘅第一個 Ultraman 黑暴進個女，佢做女主角係咪啊？同埋咧，我覺得又有好好玩就話，佢將嗰個世界觀咧係抹走曬去啦，因為成套戲入邊係冇 M 七十八呢樣嘢，係冇嘅，冇嘅，即係重新得一個超人去面對曬所有嘅怪獸。係啊，同埋我覺得佢中意個情況就話，會變形啊，即係多好多玩法咁啊。係最嗰陣時係相對新穎嘅設定嚟嘅，即係第應該係咁多喺嗰陣時第一個係擁有變形態嘅超人嚟嘅，應該係。係咯，佢係第一個擁有能夠變色，所以跟住超人個個都識變色嘅。係啊，即係唔識變色嗰啲唔係超人咩？但他後期我見他在蒂娜和佳亞方面都是設定是在於那個光之力量的嘛。是的，他兩個就迪迦就相對他就會因為他有很多的特別篇劇場版去講他的能力，但反而就是之後的作品三部曲裡面的蒂娜和佳亞也都沒有特別去講他們的能力來源，同埋即係好多嘢其實有好多冇解釋到嘅。其實蒂娜我都有睇，佳亞就反而覺得佢地球啦，佢個地球代表咯。係啊，佳亞個名已經係地球啦，係啊，大地啦。咁反而我係中意咧，迪迦係用咗嗰個係光之巨人篇，佢又有少少好似諗得到超古代，佢又好似 Ultraman 咁，因為阿大吳本身嗰陣時候，佢話佢係超越，佢又本身又有古代人嘅因子喺度，所以佢能夠變身噶嘛。佢既是人，亦是光。就是那個是不是神官啊？開頭那個神官所說的那個自稱宇宙防衛隊那個那個就是宇宙團團地球防衛團團長遊澤理啦，他將自己就寫成一個類似 program 的東西就入了下去那個人造衛星那裡的，是的，超人迪迦方面那個投資其實我看到都放了多少下，是的，佢啲飛機啊，方面啲嘢食，同埋佢特技都用咗佢而家好大量嘅 CG 咁啊。係啊，嗰陣時可能佢飛即係直接係即係掉噶啦，係唔掉噶啦，已經係舊時我哋係睇到個超人飛，然之後真係攞攞威亞，然之後攞冇模型噶嘛。但係嗰陣時其實都已經少用模型噶啦。冇啦，佢啲戰機都，但係嗰啲戰機都習慣都有啲變形嘅嘢喺度噶嘛。係啊，係啊。開始了所有的戰機都要變形的是啊，咁啊，喂，我又睇翻去結局方面啦。嗱，佢個結局嗰陣時候咧 ，Ultraman 結迪迦個結局咧，我覺得好正啊。係啊，即係一開波一個最黑暗嘅怪獸出到嚟，即係尾依個集直情係變翻個石像沉翻落個海底度。係仲要搭咗好大嘅海景。哇！佢、真係正。真係抌錢到落去係。遠谷好中意玩海景㗎，唔知點解咯。去到中間有段可能。真係冇乜錢啊！真係可能去到好後期，例如話係高斯或者係即係喺高斯打後相對後啲麥斯之前嗰中間嗰段嘅系列都冇海景啊！斯其實慘啲嘅，力斯其實我見到佢係好抌本嘅，係咯，同又陰過去啦。喂，咁我哋再講翻原本呢度。喂，最後嗰個幕咧，嗱拍攝方面都大家都聽到，因為咧，我哋睇戰隊係好少見海景噶。係。Ultraman咧，超人系列就好中意落，久唔久，即係總言之，佢每一個系列入邊總有一兩集係一個大型海景噶嘛。係啦，咁啊最記得啦，隻黑暗獸喺度啦，然之後一班小朋友喺度用代表歌同埋希望，即係話暗喻咗就話，其實係好多人都係可以做超人。係。係啊，咁同埋睇翻佢後期嗰個劇場版。其實阿大吳都有個後台出現咗啦。係啊，呢個嘅袁奕啊，如果冇記錯佢嘅名係叫袁奕啦。佢有個女同埋有個細仔嘅。係啊，但係個仔係只能夠變身，但係冇力量咁就。係啦，係啦。咁啊，睇翻喂，介紹下啦，喂，不如講完啲劇情嗰特殊方面啦，喂，不如講下玩具先啦，好嘛？係好嘅。咁啊，嗱，睇得到你而家呢度有幾種唔同嘅玩具喺度啦，咁。喂，咁呢方面嗰陣時候，點解你會咁中意收集呢啲玩具喺度咧？即係而家俾你去揀呢、這個，呢個係咪著燈啊？講係可以著燈嘅。我望到背脊呢度，你有掣喺度咧，原來真係著燈系列嚟嘅呢個。佢係
佢係前嗰幾排 Bandai 出嘅，就係最後嗰批嚟嘅領彈嚟嘅，拆咗個背脊，跟住佢餡係有眼燈啦。哦，著咗佢，同埋佢個設計本身係即係可能佢係入咗啲透明件啊。最高啊！我哋出門嗰時試過噶啦，佢而家有種技術咧，就係話喺依度帶咗條膠條咧，帶啲燈上個頭頂度做到嘅。Bandai 有啲新技術嚟嘅。亦都唔係好新，其實幾年之前嘅事。咁啊，好靚呢度。喂，反而我而家吸引咧，我對啲冇關節嘅嘢就冇咩興趣。我對啲有關節啲，我會好中意嘅。係。哇！我真係覺得咧，而家呢只嘅 Ultraman 咧，其實我覺得幾靚嘅呢只。ACT 係嗰陣時佢出得比較即係佢比例係唔係跟正常，反而係相對比較堅石啲啊。但這個最慘都話這個系列都叫做斷咗令，係係係，轉曬過去 SHF 度，係咯，哇！你追得好犀利，我見你追得 Ultraman 追得好開心。好，我擺翻低喺度先，唔係咁俾你自己去揀啦。你去玩玩具，買一隻模型嗰時候，你會係揀邊個系列先？你自己最中意嘅？如果係唔好睇價錢先，因為睇價錢通常最平嗰陣先㗎啦。咁呢個。呢個未必喎，反而可能近排我就儲呢一個嘅 SHF 就多啲，咁就同埋領彈，咁咧可能因為我SHF 佢都係幾上兩年出，即係開始整呢個嘅超人嘅系列，即係呢個 Ultraman 嘅系列。應該佢將個 Ultra 嗰度條拉，即係撥曬啲資源過去咯。係咯。應該第一隻應該係反而嗰只歐長明漫畫版嗰只阿漢田嗰只，係嗰只，嗰只正。其一啦，其二就係初代佢，因為佢嗰陣時 SHF 皮套。另外嗰只又講咗，跟住就再縮咗嗰扎個系列出嚟。係啊，啊嗰只都幾好玩，我反而就發咗，因為你話如果講大隻嚟講，歐長明嗰啲咧係會高啲大啲。係啊，但係配埋啲怪獸幾好睇喎，啱啱好嘅感覺。喺嗰陣時，我唔知佢有冇計劃到係即係啲人可能未必佢冇諗過話出啲怪獸，可能冇咁長，因為怪獸其實咧都難唔難追啊，追翻我都見好多地方，但係好多就好平，但係咧有幾隻係特別難揾翻嚟咯，係咯，啊但係好似話呢只難唔難揾翻嚟只黑怪獸？呢只就我覺得其實。如果在油麻地那些位置，其實我覺得有點難的，其實因為這隻我都是很多年前已經買下了，我就真的在街上很少見這隻，是啊是啊，但這隻東西說真的，如果你個迪雞用的小一點，是啊，很小隻的，因為這隻是很大隻的，再加上劇裡面它的身體是坐了下去海裡的，很漂亮的一幕，我最記得是一開頭吸曬迪迦啲能量，迪迦跌咗落去之後，再出翻嚟嗰時係個鋼巨人，真係鋼之巨人啊嗰個。咦，好啦，我哋而家又試一試，又玩一爆件先。啱啱咧，我哋合掌洞喺度咧，我哋可唔可以配合翻呢只嘢玩咧？好啦，得唔得？係爭個海嘅啫喎，呢度。係啊係啊。哇！即係喂，啱啱好啊個比例，真係真心。嚇！得喎，喂，即係攞部相機影一影啊！呢啲擺落去都貴啊！喂，呢啲好型喎，真係真心得喎呢啲。嗱，你我開咗條拉俾你啊，幾好。我又冇咗一個人落沙啦。嗱，講到呢度啦，我希望咧大家咧俾多啲意見我哋個新嘅主持啦。有啲咩問題的話咧，你哋可以寫翻落去 YouTube 下邊又得。講翻我哋《玩具日報》下邊嗰、那個討論區嗰度講翻俾你聽都得噶啦。咁希望你多多支持啦。咁就歐雲同你講聲拜拜先得噶啦，冇咁遲。好，咁。希望我哋有，希望下次講咩嘢啦，我哋研究下先，大家都睇一睇有冇收視。OK OK OK， 咁多謝大家收睇先，英學院，拜拜。